笑傲江湖，巅峰之夜。经过三个月紧张角逐，十一场精彩赛事，最终有七组实力悍将进入总决赛。他们是万种绝活宋冠鹏、没头脑和不高兴郭江涛、刘涛涛、大褂男孩张九龄、王九龙、海派相声张宇、霍星辰、神灯夫妻柳成林、贾圆圆、忐忑夫妇李超群、李欢欢、古灵精探林涛。冠军争夺赛制采用擂台车轮战，第一位选手表演结束后即走上擂台，接受后面选手的挑战，得票高者为暂时擂主，最终站在擂台上的选手便是本季笑傲江湖冠军。我特别想拿冠军，特别特别想那种。像我们这种在剧场演出逗人乐的这种小演员，在这种大舞台上也可以发光，也可以发亮。感谢大家给我鼓掌，谢谢。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不想我给我们这个家丢人。我们不想输，谢谢谢谢。是谁最终笑傲江湖？让我们拭目以待。喜爱的喜剧人加油！欢迎来到登陆香港销售的金乐宝奶粉独家冠名播出的《笑傲江湖》总决赛的现场，我是王冠。历时三个多月，经过了十一场的激烈搏杀，最终有七组实力悍将成功进入到我们今晚总决赛的角逐，向象征着最高荣誉的小丑金面具发起最后的冲击。今晚在我们观众席当中有在校大学生、民营企业家，还有人民教师、建筑工人和退休医生，他们是我们从大数据当中挑选出来的100位观众，他们将代表大众做出神圣的选择，投上最珍贵的一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是笑傲江湖，所以套用江湖上的一句话，现在是七星归位，看最后谁能越挂中天。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万种绝活宋冠鹏。大家好，我姓宋，叫宋冠鹏。整个决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实在是太紧张，每个人神经都在紧绷着。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欢乐的舞台，压力由我们来扛，欢笑带给你们。今晚我一定要把你逗乐。喂，经理啊，哎呦，我到你家了。小他家里也没有钥匙啊，咋整？我知道你那边签合同急用钱啊。行啊，行，那我跳窗户吧。啊，好嘞好嘞。哎呀妈，太急了。没有这么干的，你说我这么聪明，怎么有这么笨的弟弟呢？钥匙又放脚踏垫底下了，这多亏我来。我一开门呐，一箱子全是钱呐，家里连个人都没有。我都看俩小时了，这饿呀我倒能挺住，这尿啊我实在憋不住了，再憋我就要爆炸了。哎妈，来小偷了吧？这体格也太棒了，我也干不过他呀，咋整啊？哎呦，哎呦，哎，钱搁哪儿了？钱呢？是的，是的。别动！谁？谁呀？我也是小偷。我告诉你，我带家伙事儿来的啊！把钱放下，出来。大哥，你别紧张啊！跪下！我跪，你别走火了啊！放心，这玩意儿一辈子也走不了火。小偷，你胆儿挺大呀！啊，你谁家都敢偷？这家伙，我告诉你，这钱我都盯俩小时了，我厕所我都没敢去。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小偷。你别废话，你不是小偷，你搁窗户跳进来的，
我是着急拿钱呢。废话，都是拿钱的，我也拿钱的，送钱是财神爷。既然是同行，我给你一条生路，快点，赶紧跟我走。你别伤害我，我马上走。我马上走。站！咋的？你刚才碰钱了，把衣服给我脱下来。我碰钱我脱衣服干啥呀？我怕你夹带。我就碰一下钱，我这不不不不，我脱。那裤子鼓囊啥的，快快，不是，大哥，这手机是我的。别废话，现在定不准是谁的，给我。不，大哥，你这不是偷啊，你这是抢啊。砰！不不，给，这玩意儿吓唬我呢，啊？吓唬我？这玩意儿比枪都厉害。让你看看，二指禅。镇住了吧！我得让你看看我宋氏一阳指。蛇，就你那算啥呀？啊，我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功夫，扑通啊！什么叫扑通啊？看好！哎呀！啊啊！啊！啊！挺阴呐你呀，把门开开了，啊？大哥，其实我为你好，我要不开门，你犯的太冲了，怼门顶都容易怼死啊。行啊，就这小偷，今天我必须好好教育教育他。过来，快点儿啊！来，那个小偷，你自己好好反思反思。说，大哥，其实我不是小偷。什么玩意儿？我是小偷还不行吗？说一说，今天错哪儿了？我错，我就错不该来。你说我搁家待着多好，我腿儿咋这么欠呢？跑这来了，家猪还没喂呢。我让你说这些了吗？那说啥呀？哎，你问问他说啥呗。小偷啊。小偷偷的是别人家的东西，丢的是自己的德呀，是想听这个不？是，他都想听了。你做这些事想过你家里吗？想过你的孩子吗？我媳妇儿都没有，哪有孩子？什么？有，你说有就有。不用说别的啊，就说你孩子去上学。老师让他写作文，写我的爸爸，你让他怎么写？拿笔写啊？你说咋写就咋写。人家的孩子写我的爸爸，是一名老师，是一名医生，是一名伟大的军人。好，你说的真好。你孩子怎么写你？咋写呀？问我呢啊？我的爸爸。是一名龌龊的小偷，臭贼，本身是贼，顶风都臭八百里，一千里行不？一千里。接下来该怎么做？接下来我应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早就应该这么做了。那我回家喂猪去了。站着，该干啥呀？干啥去？咋的？我不回家洗去吗？洗啥呀？洗心和面，革面，就这么洗呀？那咋洗呀？这也没有水呀。过来，过来，他兜里边什么玩意儿？鼓鼓囊塞的，拿出来，不许夹带啊！拿出来，这是我买猪饲料的钱，定不准是谁的呢？放，点着这么背，你看个钱赔头猪，快点。把手表也摘了。
手表，手表，手表是我刚买的。别废话，定不准谁的呢。这么慢的，把裤子脱了吧，快点。你要干啥呀？怕你夹带，脱。贵人上下就这么一条好裤了。哎呦我的妈！你挺大个岁数，你穿个海绵宝宝吧你啊！我喜欢不行啊，我真喜欢。确定这没了吗？你翻了，翻出来我就要我砸死你！把手举起。哎，你要脸不？要脸不？我要不要脸咋的？哼，一块钱你还想夹带呀？我夹不夹带咋的？爷，你敢跟我动手是不？你以为我怕你？我怕你那个球！哎，你个小偷哎！你说谁是小偷？你是小偷。我告诉你，我不是小偷，这是我弟弟家，我来串门来了。你说那废话，我还他家司机呢。啊？你不是小偷啊？你真是司机啊？哎呦我的妈！哎呀，这啥事儿整的呀？误会吗？我拿你当小偷了。我也拿你当小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你说这玩意儿，我这哪跑呀？还搁这骗呢你啊？还骗我？你敢这说这话，敢不敢上警察局说的？我敢去，你敢去吗？我有啥不敢的？咱俩咋去？你说咋去？拿绳绑他一起去。行啊，好主意。来，谁绑谁？我出的主意，你帮我。行啊，哪有绳啊？来来别动啊、哦！你别动啊、哦！我绑你啊、哦！来来来！哎，你咋不绑你自己呢？我就不用了啊！我就不用你哪跑啊？你还想跑？我压根我就没想跑，没想跑，走啊，走呗，走走走走。哎，哎，咱俩拉磨呢，会走不？怎么走？迈左腿，好，左腿。是不是？往门那边走。好，走。你等会儿啊，把钱拿来，那是证据。行，走吧，走走。一二一，二一二。恭喜宋冠鹏，谢谢。你现在不管是分数还是方方面面，都是全场第一。这是实话，很厉害啊！第一个出场啊？对。感觉咋样？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是抽签决定的嘛。我抽的是一号，但是我后边又抽两回，都是一号。哎呀，完他们说万事嗨开头难，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其实前面头一个也难，中间也难，后边也难。干喜剧的就没有轻松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两个手指头翻跟头，一个手指头翻跟头，哎，什么诀窍啊？就是不怕疼就行，你也可以。对对对，刚开始确实不好翻，因为不敢翻，不敢下手。一下手就杵，一下手就崴，完了之后后期一点点练就练出来了。我们看的就是觉得挺过瘾的，但真的背后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真的不容易。各位，我们一起来揭晓宋冠鹏的分数。宋冠鹏打头阵开出的第一个分数线，后面的选手要加油了。宋冠鹏登上擂主台，有请下一组挑战者古灵精悍林涛。小的这个身高大概1.6米都不到，说他就是那小偷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大家好，我是林涛。决赛我要继续努力，这次我请了一个神秘大咖帮我助演，轻易不敢露面，怕吓着你们，节目里面看吧。林涛醒醒啊！醒醒啊，林涛，别睡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古生物研究所啊，两件事一定要注意。第一件事，这个开关所长特意嘱咐的，千万不能碰，老危险了。哥，你信不信我跟你说个事儿，你都能把心放肚子里？说，够不着。第二件事，哥，我饿，
你不说所长给咱们留夜宵了吗？说完再吃。第二件事，这屋里全是化石啊，最重要的就是恐龙蛋，咱一定要把这个恐龙蛋看好了，听见没？吃啥呢？大鸡蛋。你个臭小子，你敢吃独食是吧？给你，给你点，给你点，白大点。你这抠你！哎，哥，啊，你刚刚说第二件事啥？我咋让人看好恐龙蛋？哥，全给你。小懂事的，知道心疼的哥了你。哥，你说恐龙蛋是啥味儿的？我也不知道。那你再尝一口。啥意思？咱吃这个不会是恐龙蛋吧？你在哪拿的？我就在这桌上拿的呀。不能，恐龙蛋哪有熟的？万一让所长给煮了呢？兄弟，你先拿去。我不要，你别拿，别拿。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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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整啊？哥，哥，哥，别着急，这时候咱们得冷静，想想办法。哎，要是有个替罪羊就好了，咱把这事儿全赖他身上。净扯淡，大半夜上哪儿找去？谁呀？小偷。这不替罪羊来了吗？咱今天啊，一定让他把这个恐龙蛋偷走。明天来了，咱跟所长说，咱俩打不过他。没事了呀。对呀，没咱俩事儿，藏起来，快快。没有声音，哎呀，太好了，一个人没有，俩。兄弟，啊，哥搁这睡了，哥腿都压麻了。不是大半夜的，你说哥咱俩不睡觉，在这干啥呀？也没有人来。谁到了？你说这屋里边除了咱俩，连个喘气的都没有。哎，呀，看不见我，我隐身了。别闹了，谁信呢？你俩有话说在面上呗。闹啥呀？还闹？再闹，我隔几年啊。哥，啊，赶紧给我讲个笑话。啊，太可乐了。哥，你哭啥呀？你嘲笑我，我还没讲出来呢。哎呀，我天哪，真看不见我了。哎呀，这工作干这么长时间，头一回这活干这么放肆。哎呦，哎呀，这回可放心。哎呀，这没有啥值钱的。哥啊，你说咱们生物实验所里边什么玩意儿最值钱？恐龙蛋呗。你说的是我身后的这个？哎呀，他不？对呀。哎呀，谁要得他，是不是就发财了？那可不，你说谁能有那命呢？哎，哎呀，啊，这下我可发财了。带走。哎，刚才我好像看见你一个比这还大的呢。哎呀。哎呀，看见没，在你眼皮底下拿走了，再找找，起码我整他一个亿。呀，我呀，接电话。喂，哎，所长，这也太客气了，还给我们准备鸵鸟蛋当夜宵。鸵鸟蛋啊，那恐龙蛋呢？啊。啊，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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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所长。虚惊一场。那个是鸵鸟蛋，所长给咱们准备的夜宵。没有事儿。恐龙蛋呢？恐龙蛋刚在那柜子里，后来拿走了。哎呀，你傻呀？咱俩来干啥来了？要锁门。哥，啊，刚那小子是不对我，这样了。你咋这样了？宝宝生气了，哄不好那种，此仇必报。等他。哎呀，
哎呀，这俩大傻子干啥呢？哎，看见没，在你们眼皮底下我偷的是满满登登板板正正，弄心不气人不，明天你俩能哭不？我让他嘚瑟。哎呀，疼不疼？疼。哎，不，你怎么能跟我对话呢？我不是隐身了吗？隐什么身呢？我俩瞎呀。干啥呀？刚才你是不是这样了？我笑出声了吗？刚才是不是还这样了？我哭的有那么难听吗？把工作给拿出来。哥哥，我拿，我拿。这蛋呢？看，这是鸵鸟蛋，那是恐龙蛋。哦，早说呀，我早跑了嘛，那不？哎呀，好，加油。使劲啊，锁上了，注意点。哎站住，快跑。蛋呢？蛋呢？正呢？拿过来。林涛，给我拿过来，别逼我出手。来呀，赶紧给我拿过来。哎呀，还我。哎，来呀，来呀，来呀。玩的漂亮，哥，我失误了。抢，看谁敢抢，敢抢我就敢摔碎他。别，哎，你过来。不，你过来，上海来。哥啊，他碰开关了，好像。完了，你开事了。我开事了，我碰开关了，我还碰电闸的呢。你信不信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就得妈呀。还妈呀，我还呵呵呢，我。回头看。妈呀！哎呀！哎呀，不是，哎，这恐龙咋奔我来了呢？恐龙好像出来找蛋了。对，蛋，给我的。不行，我打开小了，怎么？见死不救，师傅算了，不能害师傅。算了，哥，咋整啊？三哥。哎呀，快点，别让他过来！去，去，跟他聊聊。聊啥呀？我不懂恐龙语。硬聊啊！妈妈。哎呀，呀，好使，哎，好使。妈妈，跟着弟弟回家了。在那儿了，去！别推我呀！啊！哎，他敲我脑袋干啥呀？他好像把你脑袋当蛋了。那哪行呢？哎哎，进去吧你！哎呦我的妈！你快点找恐龙啊！我害怕。哥，锁门。好。哎哎，快点放我出去救救我！谁敢救你呀？这在干啥呀？这是呀？这还看不出来吗？啊！恐龙孵蛋呢。哥。蛋保住了，小偷抓住了，我是不是林涛？到，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从此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侦探。谢谢哥。首先呢，我先特别感谢我的主演好兄弟徐宏凯、关浩，还有我的恐龙兄弟。不客气。哟，这恐龙还能说话呢？你从哪里来啊？早上助理开车送我来的。哎呦，助理，你还有助理啊？我助理你们见过，助理上来。哎，我。太大了！哎呀，就来了。大家好，哎呦，这货叫凯撒，我们公司的新推艺人。我跟你们说，我比泰坦强多了，你能做的我都会。喷水对吧？我还能喷烟，我还能摇尾巴，你摇个试试。你等会儿。我今天来是和郭老师解决个人恩怨的。哎呀，上次台上不说了吗？录完像你后台给我等着，我在后台都等没电了，你都没来，你啥意思？
我下后台就迷路了。郭老师，你是不是怂了？要不要上来我俩 battle 一下？掰什么来着？没听懂啊！掰头跳舞。哎呦，跳舞啊！郭老师，来一个，来一个。我不能跳，我从来不跟男的一块跳，知道吗？咋办？要不王冠小姐姐，你来给我解个围呗？漂亮，来，跟着我的脚步，音乐。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 cha? Forget about the time. Sign your name across my heart. Honey, ain't that smart? Angelina. 好了好了，玩够了没有？心满意足，凯撒，我们走。别忘了给我的好兄弟林涛投票，不然台下等着你们。投票啊，走了。谢谢谢谢。在揭晓林涛分数之前，我们再次有请宋冠鹏。冠鹏刚才的分数是85分，林涛，你超过85分，就意味着你挑战成功，可以登上我们的擂主台。如果你低于85分，宋冠鹏守擂成功。话不多说，直接揭晓。离开之前有什么话跟我们说？我还是说那几句话，就是压力我们扛，欢笑送给观众们。再见。再见。恭喜你，林涛挑战成功，成为我们新一轮的擂主，请登上擂主台。有请下一组挑战者：大话男孩张九龄、王九龙。今天是我们在《笑傲江湖》舞台的最后一场竞演，我们必须拿出点真正的杀手锏，拿点新鲜的东西。观众朋友，咱多的不透露了啊，咱们台上见。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谢谢。张九龄、王九龙终于站在了《笑傲江湖》决赛的舞台上，离不开您各位的支持。经过这么多轮比赛的历练呀，我觉得我们哥俩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所带来的乐趣。对，而且我们哥俩现在合作呢，也更有了默契，可以说是特别的融洽。那就这样，咱们一起说出心中最感谢的人。观众，咱这默契呢，兄弟，这比以前强多了。那以前呢？我这会儿已经揪上你头发了，你知道吗？净说那没用的啊！那让咱们一起说出心中最感谢的两个字，相声。东方卫视。俩字儿，卫视。完了，你连东方你都得罪了。不是，我有点紧张。紧张是在所难免的。两个相声小学员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点紧张，各位能理解。我们哥俩经历的事儿可是太多了。哎，这可真是太对了。我们哥俩这么多年从小就在德云社学相声，对，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啊。咱给大家介绍介绍。您说一说。要说我们德云社，各位都了解，都知道，是一个弱肉强食、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注意你那个该死的措辞啊！我只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心中的德云社。您得说说咱们的师哥。那太对了，我们德云社师傅收徒弟呢，分这个排艺名啊，对，都有排字的，各位都了解。分别是云鹤九霄、龙腾四海、为家和万事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代表我的心。哎，嚯，分这么些字。师傅啊，得活300岁，要不说不完。我跟您说吧，300岁哪儿那么多呀？那应该是前八个字。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哎，现在只收这八个字。是在我们德云社办公楼啊，墙上还有一首诗呢。哦，什么内容啊？云字多叛逆哦，
鹤字多奇葩，是肖字没长大，我们九字顶呱呱。嘿，这个酒是你写的吧？落款王九龙。哎，这是要害人呐。哎，咱首先先得说云字的啊，有多少优秀的诗歌呀？您介绍一下。岳云鹏有，栾云平有，孔云龙有，马云有。没有啊。这马云是您师哥吗？还真不是。好好说。其实马云是我爸爸。这是真下本啊。再往下就是贺子科了啊，张鹤伦啊，孟鹤堂啊，曹鹤阳啊，丹顶鹤呀、啊、哎，这些呢都是。师傅怎么还收只鸟当徒弟啊？这不一高兴说错了吗？你别瞎说。一晃啊，我来德云社都13年了，多快、啊、还总能回想起来招生考试时候我紧张的样子。哦，没法不紧张啊。胆小。师傅和于大爷坐中间，嗯，两边站了8个刽子手、哎、您说这能不紧张吗？这个个学员吓得扶着柜子抖愣手、哦、这么个柜子手啊。哎，我考试那天甭提他们了、嗯、我见着师傅我的身上有细微的颤抖。什么样啊？我以为触电了。哎，不得不说人王九龙特别的大气、哎、我不害怕，看见我师傅还给鞠躬呢、哦、特别有礼貌。是啊。您先等会儿吧，咱俩找地儿做康复训练去吧。后来呢，我们哥俩凭借优异的表现，以前2名的成绩考入了德云社。您先停，就我啊，您还前2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王九龙、岳云鹏，我们哥仨一块学相声。不是，岳云鹏是云字儿的，怎么跟咱九字儿的一块上课呀？智力。继续吧，继续吧。高峰老师给我们上课啊、哦，上课我们要背那个报菜名，这是基本功。高老师一进教室，学生特紧张。是啊，高老师特别的严肃。哦，哎哎、狗啊！岳云鹏啊、哦，报菜名，检查作业。岳哥站起来了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背的是不错，挺好。高老师高标准严要求。哦，什么玩意儿？这叫报菜名吗？嚯，这叫报菜名吗？不满意。老师教你的东西往脑子里去了吗？还不如我的儿子。这话也狠了点儿。王九龙，到我了。报菜名，让我来。腾龙站起来了。嗯，我多可爱呀！让我让着的儿子，我爱着你。口齿就是这么清晰。什么玩意儿啊？这叫报菜名吗？嗯，这叫报菜名吗？背的什么玩意儿？还不如我的儿子。他也说这句是怎么？老师怒目圆睁，那是生气呀、啊。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完了，张九龄，叫你呢，请您背诵一遍。哎，不是，这态度怎么不一样啊？咱赶紧站起来了啊！老师，我请您吃。哦、我说好，不用吃了。呦，老师已经感受到了满汉全席香味扑鼻啊！你背了吗？哎呀，这个张九龄就是大师的水准呐、啊！您不亏心呐、啊？这个背的简直像我的父亲一样啊！这是。啊、哎呀，跟张九龄比起来，我就是个鬼嘴啊！对，这叫什么老师呢？都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啊、一转眼我们哥俩都长大了。对，随着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也登上了各种的艺术殿堂。嗯，您像欢乐喜剧人、极限挑战、春节联欢晚会都没有我们。那你说他干嘛呀？但是咱们来到了笑傲江湖啊，而且已经走到了总决赛。我们要通过笑傲江湖的亮相告诉大家啊，年轻的玲珑组合也有属于自己的成长，属于自己的担当。没错，一路上走来的辛苦，付出的努力，以后会是我们哥俩成功路上的基石。我们不怕挑战或失败。哎，合作6年，感恩有你。玲珑少年，未来可期。从不害怕跌倒 ，Just do it。即便有太多磨难，但还好有
星漫天璀璨。我爱永久，万九藏无休。我胸有斟酌，斟酌化余生。两个少年最天真的笑脸，还记得我曾为梦想放弃学业，要记得对放过我的人说感谢，还记得我选择这条路的起点，永远忘不了你的信任还有那份理解。即便我有时叹息，因为这压力让我还没习惯就逐渐变得有些叛逆，导致了太多人在生命中会合合散散，同时也准备迎接挑战每个磕磕绊绊。因为你一直都在能陪我说着胡话，如果你问我兄弟情义必须是无价，每一次的努力是为了问心无愧，但有谁曾看过我在后台流过几次泪。但我不变的就是从不厌倦，有时想起梦我还是庆幸自己能够让它实现，在我人生的土地插上这面旗帜，我只是不想后悔，因为生命就这一次。所以我收起我的叛逆，不再跟人拌嘴，所以我不再逃避擦干脸上流的汗水，希望能有一天让所有质疑不见踪影，我愿和你们一起看世上最美的风景。我有一万九，万九藏无休。我胸有斟酌，斟酌化余生。谁有道余生，哪有惧风雨，唯愿风雨急，处处皆是你。我感觉这段 rap 高峰老师教不了，郭德纲老师也教不了，这就是自己发挥的好。你看这您不明白了吧？啊，德云社音乐这块摇滚这块是归于谦老师负责。这首歌谁帮着你们创作？这个中间的歌词是我们找一个朋友写的，但是中间那段诗是去年我搭档过生日我给他写的。这个我师父肯定能理解，就是说相声有一好搭档真的特别不容易，我们哥俩台上台下关系都特好，我想说有一天王九龙要不给我捧哏了，我也就不说相声了，有可能就、啊、这个合作快六年，六年快七年了。那都说七年之痒，七年之痒哈、啊就是多痒也不知道，就陈老师对于我们老洗澡的人不痒痒，对，是不是一挠挠就过去了。行，那这个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吗？还是好好说相声根儿，剩下的交给德云社专业的团队去管理我们就好了，听师傅话就行。俩孩子一路走来很努力，所以说就是还是咱们家那句老话，好好说相声好好做人就挺好了，好吗？加油吧。在揭晓大褂男孩的分数之前，我们再次有请林涛。同门师兄弟啊，每次都这么抱我。刚才林涛的分数是87分，我们一起来揭晓大褂男孩的最终分数，请看大屏幕。89票，恭喜大褂男孩张九龄、王九龙。郭老师给一个拥抱吧，鼓励他一下。来，哇！把掌声送给林涛，谢谢你，再见。冠军虽然没了，我的哥还有亚军和季军呢，未来可期。恭喜张九龄、王九龙挑战成功，请登上擂主台。有请下一组挑战者，他们是我们上海的喜剧新星，海派相声张玉、霍星辰。既然已经进入决赛了，我们肩负着上海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期待，今天的笑傲江湖我们手握日月摘星辰。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乘客太熟悉了。加油相声演员。
什么意思啊？别动。怎么了？我们节目时长不够，多抻一会儿。走走走，有拿这个抻时间的吗？哎，跟你开个玩笑。哎，你看，我们这个出场方式是不是与众不同啊？您还别说，前所未有。哎呀，我们现在都进入《笑傲江湖》的总决赛了。哎，我觉得要一次比一次更好。对，尤其是现在的观众朋友们，有的对我们赞誉有加呀。是吗？尤其是上海的观众，嗯，知道我们两个进入决赛以后啊，嗯，都夸我们。怎么说的？说我们是二锅头碰着 TFBOY 了。不是，什么叫二锅头碰着 TFBOY 了？反正他们都这么说的。不是，怎么说的？哎呀，张玉霍星才能进入决赛吗？啊，二锅头膀子 TFBOY。行了行了，人的意思是我们撞了大运了，不是夸我们这个意思。哎，那不管撞不撞大运啊，我觉得，哎，总之啊，我们以后的节目，哎，都要像刚才的开场一样讲究创新。哦，哎，您说说应该怎么创新呢？哎，我觉得创新其实也不难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艺术大师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作品，啊，我们在其中啊，加入我们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就是一个新的节目。不是，您给举个例子。您看，嗯，我们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有一个经典的作品，叫《戏剧与方言》，里边提到有一种老北京话呀，说起来特别的啰嗦。是吗？嗯，您给说一个试试。比如说，啊，晚上都睡觉了，哎，这屋门咣当一响，大哥听见了，得问一问呢。啊。耶和，哎，耶和啊，先来个感叹词儿，好嘛。耶和啊，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这是谁呀？黑更半夜一声不言语，怪吓人的。哎，这么一大套。那位回答的也啰嗦。嗯，哎，是我哥哥您呢，您还没歇着呢，我这出来撒泡尿，您歇着吧您呢。啊，这位的话也不少。哎，那位还关照呢。关照。黑更半夜的披件衣裳啊，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感冒又得打针又得吃药啊。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这得多少字啊，这您看老北京话说起来比较啰嗦哦，但是要换其他地方人说话就简练多了。哪儿的人呢？咱们上海人说话。哦，上海。嗯，上海人说话同样这点事儿。嗯，四句话八个字解决问题，才一句话俩字儿。这屋门咣当一响，这屋听见了。嗯，三年五月四天测试。哎呦，您还别说，这每个地方语言习惯真是不同。对对对，你看这个题材，哎，咱们老先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哎，接下去我们要加入自己对语言的研究了。咱怎么加入啊？我们就用刚才这个情节啊，啊，来一个经典相声的国际版本。不是，什么叫国际版本呢？就是用不同国家的语言特点来表演这段相声。这行吗？可以啊，你跟着我，咱们表演一回。啊，来一回啊。那咱来哪儿啊？咱们比如说，嗯，先表演一回泰国。哦，泰语。哎，泰语说起来是软软糯糯，我们要表现出来。哎，行行行，还是你住这屋我住这屋。得嘞，晚上门咣当一响，我们来试一回。试一回。来来来来来。来雨天哪米，哎，碰哪？哦，是旺财。哎呀，我是条狗啊我。你为什么这么晚起来？哎呦，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啊，你吃什么把肚子吃坏？哎呦，我吃了一个去年买的榴莲派。你真是个缺心眼的小孩，我都叫你多吃蔬菜，你怎么不知好歹？怪不得你脸色苍白，看起来好奇怪。你给我走开！喂，我裤子一卖台，啊，拜拜。站住，哎，你把我折腾了半天自己跑了是吗？啊，那咱们再换一种语言。换个哪儿的呢？咱们换这个日语，啊，怎么样？哦，日本话。哎，用日语的口吻再表演一下。啊，可以呀。啊，咱换一回啊。再来一回。来来来，私だよじいさん。あ、何をするつもりなの？俺は上厕所で干活。あ、トイレですか？そうだよ。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はい。あのトイレが有个遥控器，是控制马桶的，不是用来看电视的。はい。あの
呢，Toilet啊，有个清洗按钮，会向上喷水，不是用来喝的。嗨，啊呢，Toilet啊，有个烘干按钮，会出热风，不是用来吹头发的。我缺心眼是吗？我，嗨，这样，去吧。嗨，干巴的。嗨，嗨呀哥。嗨，皮卡丘，你过来。你还让不让我去了啊？世界那么多国家，哎，就是还可以换，再换哪儿啊？再换一个。印度，印度行啊！印度虽然这个印度这个国家我是没去过啊，但印度电影我没少看。哎，那倒是啊，我们把这个印度的特色表现一下。行啊，来来来，试一回啊，再来一回。Who is that? Oh, it's me, my brother. Oh, my brother. Hey, man.What are you doing so late? Oh, I... 上厕所。Oh, going to the toilet? 哎，妈，上厕所。Me too. 你也上厕所。既然我们都要上厕所，哎，让我们先跳个舞嘛，搞啥啦？不跳了，不跳了。来嘛，来嘛，叫朋友一块来嘛。不要了。可以上厕所了吧？哎，上不了了。为什么？手指都用完了。气死了吧！这舞学了多久啊？因为这个本子定的就很晚了，啊，一直改，然后最后定了以后，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给我们练了，还要背词儿，还要什么的。重点是我是个笨蛋。对，而且他这个肢体也不协调，他又不像我经常运动，我跟郭老师一样都喜欢打篮球，对吧？人多能打过篮球哎。我觉得你们每一次的演出都拿出了很棒的创意，这个很难，希望你们永远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加油。谢谢、啊、谢谢陈赫老师。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跟玲珑组合也是，我特别忘了说一句话，我说你们两个组合啊，就是以后演出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特别想去看。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因为你们，我真的爱上了，我真的是爱你。跟岳云鹏这么些年白是朋友了、啊，他都没有吸引你听相声啊。岳云鹏哪位啊？还行，俩人有想法啊。像这个东西，你们演的时候，陈赫还问这怎么这么像小品呢？我说其实是没有离开相声，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更新颖一些。可能以前老剧场演出他。很难找四个印度妇女来啊，跟那儿跳舞啊，尤其里边很多上海的因素，说了很多什么方言之类的。刚才程磊老师笑得都不行了，我都把他接 boy 啊，说的还挺好，而且上海观众们笑得可开心了。行，挺好，继续努力吧，少爷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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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嗯，我觉得有这么几句话你们当得起：创新不忘传承，传承而不守旧。希望你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你们能把更多的创意带给所有喜欢喜剧喜欢相声的朋友，祝福你们。谢谢谢谢程亮，谢谢老师。在揭晓张玉或星辰的成绩之前，我们再一次有请张九龄、王九龙。张九龄、王九龙最终的得分是89分，张宇或星辰超过89分，你们就算挑战成功，可以登上我们的擂主台；如果低于89分，止步于我们的舞台。一起来揭晓成绩，请看大屏。星辰，是不是没想到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说一句哈，都是相声演员，往大里说，最终是让相声赢得更多的观众，让相声的水平越来越高，这才是最大的意义。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说相声的人心要宽，江湖子弟拿了起来放得下，所以记住了，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永远把这个记在心里边，好好谢谢他们各位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谢谢在场所有的观众，谢谢你们。张九龄、王九龙，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恭喜张宇、霍星辰挑战成功，登上擂主台。现在的分数线很高，93分。接下来上场的挑战者有压力了，有请下一组挑战者忐忑夫妇李超群、李欢欢。初赛播出以后，我在我家的地位哪儿往上上升，老丈老丈母娘那都老喜欢我了。那你也不能骄傲，我妈和我爸都告诉咱俩了，一定要继续努力，给他们也长长脸。那是必须的嘛，总决赛有我夫人给我坐镇，我就安心了。你就瞧好吧，因为我是望夫线了。你得好好望我啊、哦！一二三，加油！老六，老六，哎呀，老六，老六。今天这忙你必须得帮我，你可别磨叽我了，我帮不了你。老六，你干啥呀你啊？你穿麻布出来的？你家有这么破麻布吗？这叫勤俭节约，你懂什么呀你？你就说帮不帮吧，我帮不了，我还有事呢，马上我就抱孙子了。抱孙子好事，先恭喜你抱孙子。谢瑶，你抱孙子，你抱我。今天这忙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务必让他喜欢上我。那你说这事儿是我说的算的吗？再说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帮你撩妹去，我是不好意思。我告诉你，老六，这个忙你帮成功了，你一年的降压药我都包了。这一说我还热血沸腾的呢，不行，我得换个纸尿裤去。哎呀，大伙儿都在。精神哈、啊，一点不像六十。行了，不跟你们聊了，我去倒垃圾去了。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垃圾，就你了。呀，还有一口，别浪费了。不许动！你是什么垃圾？我现在是湿垃圾了。那你待错地方了，你应该上这个箱里了。我上什么那个箱啊？你说你这老太太喷我一脸呢，我都在这等你老长时间了，就想跟你唠唠嗑。你等我干啥呀？我也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不要紧呢，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叫李超群。认识了吧？你挨啥群啥群，你到底干啥呀？我想对你吟诗一首啊，因为我爱着你的爱，梦着你的梦，所以我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感动吧。那感情你啥也没有啊，那不全是我的吗？我说这个意思，你是我的菜。咋的？你还要吃了我？你咋啥都不懂？我跟你说白了吧，我喜欢你。哎呀，那也太巧了。你也喜欢？我也喜欢我自己。我知道光跟你俩动嘴不够真诚，接下来我要送你一份惊喜。惊喜？不会是送花吧？那也太俗套了。但是女人都喜欢花，那我就例外了。花是好看，但是我过敏呢。花是代表着感情，可咱俩也没有感情啊。老六咋吃药了呢？老六，我说那花，老六，老六，六，哎，哎，干啥呢？老六倒倒，哎，倒打轮打轮打轮，哎，好嘞，给老六指挥一下车。那不火车吗？头一回听说火车还能打轮儿。我告诉你，以后少缠着我，
我心里边早已经有人了。你还有人了？你告诉我他是谁，我找他去。嘿呀，还找人家去？我跟你说，那个人可厉害，一身功夫。一身功夫他算啥呀？啊，我还一身病呢。一身功夫他敢碰我吗？你们没看我上个作品吗？我讹死他。一身功夫不就是功夫吗？你早说呀，我这功夫他会吗？啊呀，这哎呀呀，他会吗？这呀，他会吗？有能耐你蹦回来。在，他会吗？啥呀？那人人家会朝天蹬，人家这腿儿嘣搬到这儿，朝天蹬。今天你们算是来着了，我让你看看啥叫朝后蹬。别看我岁数大了，我这腿儿，哎呀，哎呀，哎呀。他会吗？爹，哎呀，他会吗？还有啊，哎呀呀呀，他会吗？哎呀，哎呀，哎呀，他会吗？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他会吗？没事吧？哎呀妈呀！还能起来不了？起不来了。那我走了。你别走啊！那你看看，你看看，跟我俩使苦肉计呢？你呀，你就装吧你。走了。你先等一会儿。哎呀，没想起来呀。李哥，咋样了？还是没想起来呀。哎呀。人家的医生都说了，你老伴得的那叫阿尔兹海默症，他连你都记不起来了，你就给他送护理院就完了呗。我不管他得的什么阿拉比斯海默症，跟我在一起生活40多年了，说把我忘了就把我忘了，搞你你能受得了吗？我能。你当然能了，你是个老光棍。不，你到底想咋办？我想咋办？我就不相信这个病这么厉害。每天我都在这重复着我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一定要让他想起来。老六，咱们再演一遍。你自己演吧，我再跟你演呢，我儿子都把我忘了。老六啊，老六！哎呀，大伙儿都在这儿呢。哎，这不老城头吗？还那么精神，一点不像60。哎，这个人这么面熟呢？哎，咱俩在哪儿见过啊？不是刚见过吗？不对，我好像认识你好长好长时间了。你好，我叫李超群。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一晃就到了总决赛了啊，心情怎么样？好紧张。有我吗？对，嗯，我想跟我老公说呀，哎，等到老的时候，我忘了谁，我也不能忘了你。哎呀，对。哎呀，看着老感动的了啊。嗯，感动，从来没说过这话。非常好，出乎意料。从第一次初赛，我觉得表演过于外放，而且就是比较刻意的要去展示
我们自己身上的功夫啊。第二次慢慢的放下来，第三次这前面没展示功夫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好，怎么又开始了呢？但万万没想到你们一下圆回来了，啊，这一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特别的感动。谢谢老师，真的很棒。谢谢谢谢。欢欢反正是一如既往的这种分寸拿捏那么好，那么自然，对吧？超群今天这个看完，你是会演戏呀、啊，而且最后一幕啊，你非但流泪，你的汗呢、啊、比泪滴的还多呀。而且我看觉得至少从今天观众反应来说，也是达到你们预期的要求了，祝贺你们！谢谢老师。在揭晓欢欢和超群的成绩之前，我们再一次有请张玉、霍星辰。93分的高成绩，超群、欢欢超过93分，你们才算挑战成功。我们来揭晓分数。83分，恭喜张玉、霍星辰。超群和欢欢，虽然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话想要跟我们分享，说说心里话吧。马上要离开这舞台了，加油！跟我老婆说两句话吧。还跟我说两句话？发自内心的。我跟我老婆在一起15年了，这15年里风风雨雨，我媳妇非常包容我、支持我。每次我跟她就是说话的时候，我说老婆，我永远爱你一辈子，你是咱家最重要的。她总会说你别跟我俩煽情了。今天当着3位评委老师，这么多的观众，《笑傲江湖》这么亮丽的舞台，摸着自己的心对我老婆说，从来没有伤过心。15年来我媳妇太辛苦了，付出太多了，不但给我当媳妇，还给我当老师，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懂事。虽然说以后我不敢说给你大富大贵多有钱，我敢保证我给你一个幸福的家，我爱你。什么是幸福？转过身你在我身边，这就是幸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舞台上带给我们这么多爱的能量。再见。恭喜张玉、霍星辰首擂成功，登上擂主台。接下来这一组挑战选手，他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成为了一对儿女的骄傲，他们就是神灯夫妻。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旅行者找阿拉丁神灯许愿，然而就在许愿后的第二天，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昨晚这酒喝的，哎呀，我怎么睡猪圈里了呢？哎呀，这不是猪吧？这不是人吗？哎，你这是睡觉呢？听着这闹去的，妈！救命啊！你喊啥救命啊？这是哪儿啊？这是阿拉丁神灯里面啊。灯里？我咋进灯里了？因为你昨天来找灯神许愿，完了，我们正赶上我跟灯神吃饭，我问你饿不饿，你说你不饿，结果那一桌子菜全让你吃了，酒都没给我们剩，真壮实。你可走不行，我可走。你还走呀？走吧，看你往哪儿走。门呢？没有门呀，这是灯里边。我告诉你啊，外边没人戳咱俩，一辈子也出不去。哎呀，我到底许啥愿望了？跟这玩意儿整一起去了。我告诉你，我不是玩意儿，没瞧起我小样的。我这小高跟鞋一穿，小模特不一走，都能迷死你。老妹儿啊，哎，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没错，2019最新款。哎呀，有话好好说行吗？我去。
说不行吗？大妈，我错了，行不行？哇，哎呀，你干啥呢？可是啊，哥，有没有迷倒你？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我跟你讲啊，就我这样式的最好。哪儿好啊？啊？哪儿好？说啥？我说你哪儿好？我不喜欢你这样式的。你不喜欢我这样式的？不行，我就搁这待着得了呗，那就。我告诉你啊，既来之吧，就得择安之，对不对？跟我搁这好好过吧。哎呀，这日子算没法过了。嗯。哎呀，这啥玩意儿？这这么个性啊？这什么玩意儿？写着呢吗？智商提高水。我智商够用，我要这玩意儿干啥？你可拉倒吧！就你的智商还能够用？来，猪圈里的猪跑出去了怎么办？打一个歌星的名。不知道。喝水。我就不信了，还喝水？喝。打。王力宏。为什么？因为猪跑了，咱们得王力宏啊。行。哎呀，老妹儿。我感觉我现在智商呼呼往上涨啊！你赶紧趁着咱智商上来了，你找找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吧。好，赶紧找。我咋进灯里的？这电脑哪来的啊？这原来有桌子吗？没有啊。妈，这电视也没有啊。哎呦我去！还有电视？这不是灯神的帽子吗？啊？这个帽子不是戴的，转的吗？啊，我明白了。你看我这回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帽子在告诉咱俩，灯神把他看家绝活教你了。你第二个愿望要的是绝活。这啥绝活？灯神那不就是个钻活吗？一扔一戴，帽戴的好厉害。对了，灯神教的你就是钻活。这电脑、电视和桌子全都是让你钻的。你可拉倒吧，这些玩意儿还能钻？我可不钻。你钻试试。能钻吗？这玩意儿？你钻试试。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穿起来了！我天哪，太厉害了！来，试试这个钻了。哎，你看了，那带腿的更没法钻了，老妹儿。来，快点的吧。能钻吗？试试。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妈呀！这他把这个教我了。来，哎呦我去！来来，试试这个。你别绷都绷不住。你就快点的吧。这能钻吗，老妹儿啊？天哪！根本都停不下来呀！哎呀，我的！你看我说教的就是赚活吧？哎呦我！我太感谢灯神了。你谢他干啥？他还没教你赚。灯神想的多周到啊！他是怕呀，咱俩结婚以后你喂不饱我，所以教给了你一项赚钱的技能，好养我呀。哼，我搁这养猪呢。嗯。咋能这么说一个小姑娘呢？小姑娘，你就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你。哭了你，别哭了，别哭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对嘛，对我好点，以后灯里边就剩咱俩了。哎，大家好，我是灯神。9年前碰到个许愿者，他现在住在灯里，我回来看看他。出来吧，这么大太阳，你信不信呀？耶不耶？耶耶耶耶耶！哎呀，这过上了，孩子都俩了。这你俩咋能整一起去呢？我俩属于是日久生情。关键灯里边也没有别人啊。我老公老夸我是我长得好看。我告诉你，时间长了，谁看老母猪都双眼皮儿。是你看的吗？人家的盛世美颜是天生的。哎呀，行了，孩子，你别闹了，叫大爷孩子吗？大爷好。哎，你们好。大爷，我爸当年是怎么进灯里的？孩子，上千年有那么多许愿者，可没有一个人肯浪费一个愿望给我，而你爸爸给我一个愿望。我给你啥愿望了？自由，英文叫 freedom。你是个好人，我现在正式声明，你就是新一届阿拉丁。灯神，可以找我。太好了，老公太好了。媳妇儿，回屋做饭，请老灯喝酒。走，走，走。
摔着了，摔着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哎呀，给他买好吃的。看，大爷都说了，给买好吃的。啊，给他君乐宝奶粉啊。那买好吃的。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好孩子啊。啊，好了。这俩都是你俩买那个生的。对，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俩的。那，介绍一下叫啥名啊？我叫柳慧彤。刘慧彤啊，柳慧彤。哦，柳慧彤。弟弟，哦，你叫啥？柳慧库啊。弟弟，弟弟。叫啥名？柳岩。叫柳岩呐。姑娘，你爸你妈演的好吗？好。真的？你弟弟演的好吗？还行吧。亲姐，你看你弟弟刚才表演那个哭，表演的多真实啊，拦都拦不住啊！你替你爸你妈拉拉票吧。希望大家能多给爸爸妈妈投票，爸爸妈妈在我心里是最棒的。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压力，他们很幸福，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舞台，对，能够把快乐全家人一起给大家传递，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开心幸福的事情。他们收获了更加完美的家庭，还有孩子对爸爸妈妈那种认可赞赏，是吗？对，挺好挺好。揭晓程琳圆圆的分数之前，我们再一次有请张玉霍星辰。圆圆、程琳是我们节目组被誉为最省钱的一组选手，从初赛到决赛没换过衣服。张玉霍星辰是93分，要超过93分才算挑战成功。我们来揭晓分数。很遗憾要止步于我们的舞台。我发现圆圆其实到现在一直在笑，对，是不是觉得来这个舞台其实挺值得了？对，非常值得，非常非常满足，非常满足。我们纯纯的就是两个素人，感谢现场观众还有笑傲江湖给了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证实了我们自己，真的非常高兴，已经很满意了。还有说是三位老师，其实应该说是三位人生老师，因为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念，对，特别的棒。虽然说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这舞台上输了，但是台下我们是赢家，我们这还一人一女呢，还能凑成个好呢，对不对？加油！谢谢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再见。拜拜。拜拜。加油！恭喜张玉霍星辰第三次首擂成功，登上擂主台。接下来是最后一组挑战者，有请没头脑和不高兴。在小城里有一个冯裁缝，妻子走得早，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周围的人一提到老冯都默默地竖起大拇指，所以人称冯提莫。幸福的雨啊，也该停了啊。嗯，爸，我回来了。呀呵，儿子回来了。幸福的花。爸，爸，我回来了。爸不在。爸差点就不在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呀，轻点开门啊，弄坏了就换吗？啊，换不需要钱吗？咱家这个月就剩10块钱了。不长记性的，躲着吗？过来。把裤子脱了，啊！给我把裤子脱了！哦，你们脱你裤子，脱你裤子，把脸转过去。长得太难看了，当初生完你二姐，我就应该做结扎。把裤子脱了，又咋了？衣服怎么回事啊？打架了？我就知道，这是为什么？还不都是您给我起那个名字，冯裤头，同学们都笑话我。这名字多好听啊！啊，咱家姓冯，我是个裁缝，你大姐叫冯虎门，二姐冯虎兜，你是冯虎头，多接地气呀！尤其是你，别人可以没虎门没虎兜啊，谁没个虎头啊？
多亲切，你身在腹中不知福，这孩子。我不管，我要改名。那行，上两天学把你嘚瑟的，你改，我看你怎么改。我早就想好了，我不叫裤头，我要叫裤衩。那不一样吗？我觉得裤衩好听。行，哎呀，裤衩大了，我管不住了。哎呀，爸，你怎么就不关心我挨揍的事儿啊？真是个懦夫。啊，咱家不惹事，事来了不能怕事啊，怎么还挨欺负？怎么打的你啊？他就防住没有？防住了。下一招锁喉。明白没有？啊，以后谁欺负你，你就锁喉对付他。啊，哦，记住了啊，记住了。不是，就他欺负的我。跟人家道歉没？不是锁喉吗？你傻呀，你看他胖的有脖子吗？喉在哪儿呢？你们家裤头把我衣服都扯坏了。哎，冯叔给你缝上。啊，我不赔钱。这孩子怎么张嘴钱闭嘴钱的呀？啊，赔赔，不能给小孩钱啊。啊，你不赔我不走了，我就住你家，我吃你家，吃你家，吃你家，吃你家。这是五块钱，谢谢叔。来，鸡腿。哎，爸，你为什么要给他五块钱？你傻呀，就他那么吃是五块钱的事吗？哦，对不起啊，爸，又给你惹祸了。你还知道错呀？啊，爸跟你说啊，过日子就是缝缝补补一过程，缺什么补什么，不叫事儿啊。可是他把我的裤子也扯坏了。哎，穿这个。我不穿。干嘛呀？挑三拣四，你大姐穿过，二姐穿过，到你这你不穿了呀？这是裙子。哦。来，中间给你嘎上了。喜欢吗？喜欢。过年时候再穿吧。哎，好好好。哎，爸，我想买个新书包。哎，行，关上关上。裤兜啊，一个女孩子一点不稳重，天天蹦蹦哒哒的，家里搁不下你了啊。哎，这裤子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不懂了吧？这叫喇叭裤，我们学舞蹈的女孩都这么穿。哎呀，舞蹈舞蹈舞蹈能当饭吃吗？怎么不能当饭吃呀，爸？我要是考上舞蹈学校了，以后靠跳舞就能养活您。哎呀，就你两下子还考舞蹈学校呢？你就是考上了，我也不能让你去。老顽固，干嘛去？散步。站住！有点发怵。喝点这个。啥呀？赞助。还有植入，好酷！放下，孽畜。给你二姐的啊，你看她那个头，写作业赶紧把给我。我不拿来。不，你给我。不，拿过来。这哎呀，爸，二姐，这事儿多好解决呀。二姐，我都给你处理好了。你才小王八蛋！你小王八蛋！给我停！停吧！你俩都是小王八蛋，那我是什么呀？这俩小兔崽子！你不赔钱，我就吃你们家，吃你们家，吃你们家！两块钱，谢谢叔。哎，爸，又给你惹祸了！哎呀，行了，我不说过吗？过日子就是缝缝补补一过程，缺什么补什么，不叫事儿啊！兜，爸有钱了。回头给你买个这个半导体啊！谢爸，你先把裤子整了。行，我要个新书包。哎呀，学习去吧，你俩能不能跟你大姐学一学，让我省点心？爸，大姐，姐，哎，库门回来了。爸，我有事跟你说。你看你大姐什么事都跟我商量，去，哎，多稳重。爸，咱家户口本呢？干嘛呀？我要结婚了。大姐要结婚了，好稳重啊！你谈个恋爱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一进门说结婚，那爸，您是担心嫁妆吗？不是，我，不是小伙子我都没见过，这姓什么呀？姓郭。他家干嘛的呀？他爸说相声的。这孩子叫什么呀？貔貅。郭貔貅，怎么叫这么个名呢？他有个哥哥叫麒麟。哦，麒麟貔貅，一家子神兽啊！我跟你说，不同意，不同意啊！哎呀，爸，
你看人家还给你买了点心。哎呦，你让人家孩子花这钱干嘛呀？是不是？还不如送我两张相声票呢。嗯，哎，拿走。哎，谢谢叔。哎，不是，哎，你们这挂号信。哦。不，哎，我点心，哎，缝裤兜，这什么？哎，缝裤兜同学，您已被我校录取为舞蹈专业新生。二姐，你考上了！我考上了！二姐考上了！我再看看，请携带本通知书和学费来我校报到。打雷吓我一跳，爸胆儿可真小，还怕打雷。爸，你是不是担心兜的学费？没事，我跟他们家商量商量，早点结婚，我跟他家借点钱。不行，你这么嫁过去，在婆婆家不受气啊？我可不想让我姑娘受委屈。爸，我不去了。那可不行。哎，你不能上吊，爸！把裤子给我脱了。不是你拿个，你二姐考上学校了，我不得给她做身新衣服吗？好。哎，这好啊，这颜色漂亮。穿上绝对漂亮，这个。爸，啊，那兜的学费，哎，这不还有他呢吗？咱呀，把它卖了，啊，这样不但凑足学费了，爸呢还能给你买一件像样的嫁妆啊，哎，还有那书包。爸，这缝纫机不能卖啊。是啊，您卖了它以后还怎么干活呀？哎，爸，还有手呢。哎，我看，哎，还有2块钱，我收拾一下，一会儿出去买点肉啊，咱们给兜好好庆祝庆祝。好，狗蛋，走。哎，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从我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觉得有点太好了啊，而且没想到啊，门门脑门都回来助演来了啊。我今天早上起来这个7点多，刘德华给我发一个微信告诉我，郭老师，我支持门门和小健。我赶紧就给他拉黑了。我太喜欢了，没办法了，这怎么办，太完整了，太好了，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怎么办呀。我觉得他们这好啊，啊，真的，一看到阵容就知道好，就是强强联合，强强联合，都是人气选手。看你们的作品，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生活当中的美好。作品力也好，内容也好，啊，演员搭配的也好，啊，有搞笑，有煽情，啊，包括到最后这很扎心，凡事都讲个自然，
你看咱们今天这个最后这个设计的很好，很没有故意的去挤兑你，让你哭，你不哭你就不懂事，那个就不行了啊。再一次掌声有请目前的擂主张宇霍星辰。冠军就将在这两组选手当中产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第四季《笑傲江湖》的总冠军即将产生，得请巨人加油。冠军就将在这两组选手当中产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第四季《笑傲江湖》的总冠军即将产生，84分，恭喜张宇霍星辰获得我们第四季《笑傲江湖》的总冠军。邱维农先生有什么话要送给冠军？希望我们的冠军还有我们所有的选手像我们君乐宝奶粉一样不断地坚持努力理想，深受所有消费者的欢迎，未来都是跟君乐宝奶粉一起笑傲江湖。谢谢大家。谢谢邱先生。张宇霍星辰获得了我们本季笑傲江湖的冠军，此时此刻获奖感言。说实话，在参加这次节目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成绩也不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走到这一步。我们两个人走到今天，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就是我们的三位评委，以另外就是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以及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